哇，这是我们永春果园的老板，他也很认真的在工作，他把他的梨子现在放进搬运车里，等一下要带回包装部。我们的园主跟我们 say hi， 老板，喂，你的果子好吃吗？果子，你的水梨好吃吗？好甜。请问大丰收吗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。你有要介绍你的梨子吗？还是就是好吃？好吃哦。好吃哦，会很漂亮吗？漂亮漂亮。是不是吃的都会跟你一样看不出来几岁啊？是吗？你这个有养颜美容的效果吗？哈哈哈，好，老板害羞咯。好，又一篮梨子送进来了，等一下这边装满我们就要带回去包装，我们到时候再来摄影给大家看我们包装的实况。